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话，已经年初五了，那么在这里啊，首先给大家祝贺大家财源滚滚，毕竟财神日是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首先在这里的话，先看几场年兽啊，大家应该刷的也比较多了啊，其实这个的话，纯粹就是娱乐了，技巧的话没有那么多。今天的话，我们这几场年兽的话，除了我们自己打的，然后其他的话有请到我涛哥、船长和艾斯宝宝提供的啊，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第一场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是自己玩的，那么守卫先锋选李儒，那么灭迹逢城啊，逢城肯定是一定时候再用灭迹的话，如果有锦囊的话，每回合可以稳定输出了。那么决策啊，那就是跟灭迹配合的，结果我们脚气卡换来换去都没换到。那么这样之后的话，我们来了一张黑无懈啊，黑无懈摆在这边啊，宁可错杀不放过。那么注意一下，由于我们先锋选在这边，那么小胖这个配合应该还算好。那么一个放权又有了黑锦囊，那再扒你牌一个小决策啊，那么手开一血，手开一血，然后啊流氓罩在这边啊，我撸撸撸偷偷偷，这边杀我们肯定就不怕了。南蛮开出来，我们扔呢扔呢。那边能进能退，拿一真正法器。那么这一回合没得扒了，那注意啊，灭迹是一定要有手牌才能扒啊。那么我们直接啊给你啊大决策。那么这个地方继续扒牌，又是决策。那么第二轮的话，这样也依靠了啊，我们这边决策加流氓啊，已经打出了五血啊。那么应该来说还算可以，想杀我们没门，休想啊休想。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又有啊可以灭迹，那么以灭迹之后一个九杀一个九杀，那么最后再一个小决策小决策。那么小潘在这个地方继续放拳，那么这个放拳注意啊，已经三血了，那最后杀一刀一个焚城一个决策，直接带走啊，直接带走。所以这把应该来说还算比较轻松啊，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固定模式啊。我们这关键是每回合啊，我们这边李儒啊运气还比较好，都摸到了黑锦囊，小胖一放拳，李儒直接上啊，直接上，所以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啊，都是输出流啊。这个我们先锋选了一个小修修，人家修修啦是吧，修修啦。那么这个地方修修，我们首开啊一把武器青龙偃月刀啊，二哥附体来杀一个啊，可惜没杀啊，可惜没杀。那么注意这里的话，应该来说我们是这里啊，待会儿会看到应该可能有一个小 bug 在这儿啊，那就是说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侵袭用出去的时候，一旦有效的时候啊，年兽它是不会弃牌的，直接选择掉血，直接选择掉血。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直接选择一个八卦保命要紧啊，先保命要紧啊。那么有了年奴，这样装上之后啊，方便苟货给我们大劫命啊。那么驱虎吞狼之计，隔山打牛，但是这个驱虎想卖鞋，但是卖了这牌我们也哭了啊，这什么乱牌啊，什么烂牌。那么这里年兽杀一刀摸三张，杀一刀摸三张，那么我们拆一个啊，直接杀一刀，警觉不拆啊，警觉不拆。那么两杀都没中啊，两杀都没中。那么继续驱虎吞狼，送给啊局长，送给局长。那么无中生有，掳出来杀一刀。那么杀一刀再冰凉一个啊，稍微控一下牌。那么毕竟啊底下是暴怒，这个控牌效率应该是非常赞了。所以这一场的话，应该来说局长还是强力啊控住了年兽的。那我们这里杀继续没能发挥啊，现在已经打到了第四轮。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注意年兽的手牌已经有了啊很好的限制了。那么当这个轮数越多的时候，局长的这个冰凉效果越强，那么我们的这边啊清洗应该能打出高伤害了。那么就看这一把丈八拍出去啊，丈八拍出去，那么这样又直接掉上两血啊，直接掉上两血。此乃驱虎。那么这里驱虎吞狼我们送锦衣啊，菊花倒留着，说不定有用啊，说不定有用。而且毕竟有距离在嘛，到时候年兽他要掉血的话，就自动掉两血啊。那么这里啊，注意一下，年兽已经无血了，下一回合暴怒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啊就不会搞他了，不会搞他了。那么，策马急如电。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直接啊选择了直接上啊，直接上。那么这个地方上的话应该也还好，
毕竟啊，徐晃这边有冰凉，所以我们这就是啊，打一个激进的打法。那徐晃这个局长一个冰凉，那你暴怒就完全发挥不了啊。即使啊，你那个一血啊，一杀两血的话，那虽然啊这边把狗狗带走了，但是我们整体而言还是攒住了实力。那最后再来杀一刀大清奇，岂能徒有虚名？杀！杀！杀！就是策马急如电啊，一个曹休，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点 bug 的，体现了他的年兽的 bug 啊。官方你改来改去啊，总有武将啊，这个没能啊，数据统计不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这一把的话，我们最后一位啊，马超，标包马超啊，标包马超。那么刘协在这里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没有大师啊，这个稍微啊欠佳。第一轮啊，年兽就。这个啊、娘啊、这个手牌都用掉了，用掉了郭家一砍一绝。那么我们这个铁锁利用郭家的卖血，然后五谷开出来有顺手，年弩在那边，年弩拿过来，最后再一杀，这样的话我们依靠年弩又打出啊，这样的话直接是打出了刚才是四五血吧，四五血。那么这样的话，因为依靠了年弩，那你马超还是有所啊发挥的。虽然刚才啊这个跟马超这个属性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这里我们直接再杀一刀，再杀一刀啊，万千可以缩一轮啊。后面啊估计还有一个暴怒呢，还有一个暴怒。那我们的弩子被拆了，年兽他也怕啊，他也怕。那么这样的话，一个大拼点赢了之后，可能啊要赢了，可能要赢了。一个小铁锁。啊，解锁啊，然后万剑开出来保留鞋，再杀一刀啊，再杀一刀，可惜没有属性杀。哦，刚才那个啊，有属性杀没用啊，说错了，这个毕竟卖了杀过来。那么这样的话，火攻一个，我们最后保一杀啊，注意这里肯定是保杀。那么全军突击，全军突击击，全军突击击，那这样就死了。郭嘉刚才这个铁锁锁着他都不火攻，牺牲一下自己啊，这个。他就是为了想完成啊任务啊，那就没办法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啊。第四局这边的话，先锋啊，鱼神将啊，鱼神将。那么打这个真的是什么武将都有。那么这里啊，本想刷刷刷刷啊，刷出个武器来，毕竟啊中间嘛，肯定要有一把武器才能打到他。那么这里的话，鱼神将有那个，这个地方直接选择大师，其实也没必要，你可以就把年兽嘛，大师到时候直接耗尸给队友牌也行啊，干嘛非得说大师那个呢？那么这里九杀来一招啊，来一招。那么贝勒鱼神将拿回来，再继续九杀，没杀中了，那么可以继续扒呀，可以继续扒。那么我们这里乐不思蜀无中生有来一发杀一刀啊，杀一刀弃对方牌啊，弃对方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福丸应该来说啊，每回合还是可以稳定输出的，稳定输出的。那么大师你这个先杀再换呀，先杀再换啊，这是什么鬼？那鱼神将手上一般来说啊，可能就是这个闪了，留最后嘛，留一个手牌可能是闪啊。那么这里鱼神将掏出年弩。刷刷刷，那么现在已经暴怒了，可能就稳一轮了，稳一轮了。那么我们这个五谷漂亮啊，送出了冰凉，那冰凉就是克的你暴怒啊，无所谓了。那么所以神兵来袭，那你年兽的话，这一波过完之后呢，我们肯定要用力使劲啊，操了，使劲操了。诸君言长，那么这里杀一刀，继续啊摸啊摸。留一张给大师换嘛，留一张给大师换啊就行了。这里的话最后一血，一血的话那就分分钟可以解决了。安营驻寨，严守城防。那么死了，死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局啊。第五局这边的话，我们先锋选春哥啊。春哥的话，那这样的话可以克他那个啊，叫什么任性啊，任性。那么这里的话注意一下，马屌丝参军跟大都督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有很强的输出的，很强的输出。毕竟啊十二血这个肯定一直啊，正常情况下年兽肯定是场上血线最多的人，然后剩下的大都督啊在愁与苦的啊，来猜猜看啊，猜猜看。
在深渊中挣扎吧。一个挣扎的话呢，到时候直接一般的话猜中啊，方便猜中了方块周啊，年兽还是比较智能的啊。那么保留一张手牌，一个决斗，嗯，这样的话掉血是春哥这个打的参军继续掉，继续掉血，掉血再杀一刀，大嘟嘟杀一刀，然后猜一猜看呢，猜猜看呢。在仇与恨的地狱中，那么这个九杀，哎呀，屌丝可能要挂了，可能要挂了啊！结果没能挂，没能挂的话，后面年兽你继续吃枪子啊，继续吃枪子。三人成虎，三人成虎是多友啊！散妖破敌啊！散妖破敌，那么杀一刀，参军继续躲闪灵活啊，躲闪灵活。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乐一下，毕竟后面暴露的话有点不好打，不好打。那么杀一刀闪掉，这样的话火攻骚直，火攻骚直。三人成虎，那么继续啊，散妖破敌，万剑的话可以开一个九杀，再猜猜看啊。结果克伦手上应该是好牌了，那么这个杀闪得漂亮，闪得漂亮。心伤难和，那么我们这里八拍出去，刷刷刷啊，刷刷刷，有桃子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来说打到这个场面啊，应该能 hold 住了。那么最后再来猜猜看，死了死了。那么这一局啊，其实春哥的体现还不是特别大啊，主要就是嘟嘟跟参军啊，嘟嘟跟参军。所以啊，这个我们年兽老师说啊，打的就是输出啊，打的就是输出。有的时候辅助啊，辅助回血啊这一类，并不一定啊很有效，并不一定很有效。那么这里打我们啊，我们这个纯黑，然后又摸桃，九桃暂时肯定是可以恢复过来的。那么以德服人，这一把的话又继续是参军，这个勒布斯如给贴的，这个应该是本来想仁德的，那么参军啊不要急，我们有这个大智蛮在啊，大智蛮在的话呢，勒布斯叔直接就挺掉了，直接挺掉了。那么这里粘炉唰唰再唰，所以参军这一把的话，这体现的直接是智蛮的威力啊，我炉炉炉啊，奇谋良策。那么我们一个大桃园先回一滴血，先回一滴血。那么又有这个，那手牌不够多，空挂粘炉啊，没有用。那么参军的话，应该可能继续拔粘炉啊。这时候警觉的话，可能稍微有点伤啊。那么我们杀一刀啊，在无中生有一个妙策，安邦国过河软桥九杀，这个应该杀不中啊。那贝贝的话，可能就为德。那么继续八牌啊，八这个人王好评啊，那最后再来杀一刀，没了没了。那么杀一刀，那么我们继续开个万剑，那么解铁锁啊，解铁锁了。那么注意一下，这里的话下一轮已经是要暴怒了，那么这个地方暴怒的话可能要当心一点。那么年兽他如果想要选择打我们葛优的话，在这边啊，我们葛优这肯定啊至于在此，那你就必须弃牌，那这样就起到了良好的控你年兽的手牌的效果。那么留个八卦，留个桃，直接吃一个桃。那么由于下一轮是暴怒啊，不打啊，无血啊，年兽不打暴怒。我们杀一刀，继续让你气。决斗我们就扔吧，扔了拼完，那直接拔光你大菊花。我们参军那边还有一朵漂亮的菊花在此呀，可惜没杀。哎呀妈！这断杀断的，那么桃子乐不思蜀南蛮开一个，那么后面的话决斗一个是吧，这样的话就瞬间打着娘血，那后面的话应该来说还算好打，可惜这又是睿智啊，睿智可以给我们一张啊，给我们一张，这已经睿智了，那你给参军就是浪费啊。那么我们这里的话杀一刀，杀一刀再开个万剑呗，这下肯定要开万剑了，这个牺牲队友没什么问题，直接死了。那么这一局你看，其实就是体现了葛优啊，没头发，但是我们暴力啊，暴力啊。来看一下这一局，这一局的话，大师流血，这选的就是配合啊。那么流血给空大师，撸撸撸，撸个痛快，撸个痛快。那么这边还有 可以配合拆迁办主任啊，大拆四方啊，大拆四方。那么这里我们直接给出去啊，强撸啊，强撸。
那么过差顺手，你用不了这么多，你用不了这么多了。只要第一回年回合，年兽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技能，那么主任啊，直接把他扒光啊，直接把他扒光。那么拿去拿去，莫跟哥哥客气。最后任性，你要刷牌，那就送给啊主任啊，那就送给主任。那么一个九杀，哎，可惜没中。那么再拼点，有黑呀、啊，有黑肯定送甘宁。你用不了这么多了，用不了这么多了，杀一刀。你有韧性再拆啊，杀一刀再拆啊，你韧性刷牌，然后我那个这个拆迁办主任啊盯着你拆啊，拆到这个死，拆到死。那么可惜这一回合睿智啊九杀来一发啊，漂亮漂亮，就直接中了。那么这个桃可以不送啊，不送了，毕竟送的话只能找队友之间互相、啊、互殴了。那么瞬间的话，现在下一轮啊，注意啊，这个已经是暴怒了，这应该想的就是把这一轮拿下，拿去拿去再杀一刀，漂亮啊，又没中。那么我们继续啊，撸一刀，这个没撸到的话应该用个红杀耶，应该用个红杀，你那黑牌肯定给甘宁啊，这个地方小失误啊，小失误。那么有个黏弩，哎呀可惜这最后一血都没搞到啊。那么大师足矣、啊、那么有大氛围在，我们给他拼点挡，哎呀没挡到，还是没挡到，你用不了这么多了。那么这样的话赢，哎呀还是断杀了，还是断杀了。那么杀一刀再给出去啊，再拼个点，那这样的话就赢了。那么这局应该是流血的话，这肯定啊是，而且这个配合太好啊，这个毋庸置疑的还是比较可以比较快的。好，这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啊，最后一局守卫香香啊辅助回血。那么我们这边啊这个尾部大师啊，大将大师，中间的话小诸葛可以烧烧烧。那么年兽这个地方还自挂藤甲，那么后面就是你该自挂东南枝啊，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啊。那么耗师，然后换个牌呗，给小诸葛换个牌就行了。你的计谋被识破。那么那里的话，小诸葛，你的寂寞被我识破了，这样的话应该是每回合啊可以稳定的控手牌，那么就可以方便大师啊我们这边啊撸撸撸。那么由于下回合啊是暴怒啊暴怒，那么我们这个一个雷杀不能控到无血的话呢，也不想啊扔这两张牌，毕竟啊有点浪费。那么过河拆桥啊，过河拆桥。那么这里的话，诸葛没这个手里就剩黑牌了，黑牌了。那么我们这里的话，牌也用不出去啊，只能气啊，只能气。你的计谋被识破。那么杀一刀，我们也无可奈何。那香香估计要找回血啊，找回血。燃烧吧。那么继续烧啊，继续烧。哎。那么这里的话肯定可以换啊，联盟祭旗给香香换一个，物力同心。那么九杀流闪漂亮啊，直接闪掉。那么杀一刀，诸葛的话烧光烧光，火可助我通通烧光，看来是没了啊，又没货了。君子贵，那么无中生有决斗，这肯定是必掉血的，再杀一刀。那么装上扇子的话也就好了啊，也就好了。下一回又暴怒了，下一回又暴怒，大家估计又要稳一稳啊，又要稳一稳。那么我们这个稳定的啊，要保证这个大好事，是齐寡一乐善好事。那么进入到暴怒，看年兽这一轮啊能不能打出高伤害。好八卦啊，好八卦，国产还是进口的？乐不思蜀乐中了，然后的话烧一个，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那么我们这里送决斗，哎呀这个决斗可惜送的。太好，我也好，睡一个么么哒，么么哒。我们这个地方顺手赚啊，可以顺个装备，然后再撸撸撸啊，撸给诸葛。那么杀一刀，乐不思蜀。那么再杀一刀，这样的话应该基本来说这一局、啊、到了这个、啊、尾声应该是结束的。毕竟啊大师这个地方你年兽啊有的时候高血量前期大师的作用应该是非常强的，毕竟撸撸撸换牌啊，
这个收益非常强大，非常强大。那么现在凉鞋下一轮啊就暴怒了，现在就是硬着头皮啊，上肢啊，硬着头皮上肢。君子贵人，那么无中生有，无中再生有，那么最后要不要来个九杀？来个九杀，戮力同心，漂亮啊！最后就这样直接结束啊，直接结束了。所以这把的话应该来说虽然啊耗了点时间，但是主要小诸葛几轮那个手牌不能清空啊，然后跟年兽到了后期啊，这大师发挥的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强了。好吧，今天年兽就简短的给大家这稍微看一看，主要在娱乐啊，这个就这样吧。好，最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